Yeah.
Yeah.
欢迎各位不断的关心收看生命电视台。目前中华护生协会在台湾地区已经养了300多条的牛，将近2000头的羊，还有几百头的猪。各位够慈悲吧，够伟大吧，我们赞叹这些菩萨的帮忙。但是呢，海涛在这边更要恳求各位继续帮忙。为什么？这些牛羊猪的照顾开销吃的非常的庞大，但是非常的值得。我就说不失食物不失药物，我们也得到了很大的福报。所以愿各位不断的护持中华护生协会，来买更多的饲料医药，来照顾这些牛羊猪。阿弥陀佛。慈悲喜舍的捐滴护持，让自由的呼喊结合大众之力，落实为生命的保护站。欢迎护持中华护生协会救护动物、推广吃素的行动。护持账号：4213-8483，4213-8483，户名：中华护生协会。佛言：若人于父母所作少供养，或福无量；少作不顺，罪亦无量。一，世间之重大地为先，悲母之恩，亦过于彼。若有男女被恩不顺，令其父母生怨念心，母发恶言，子即随堕，或在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世间之疾莫过猛风，怨念之真复宿于彼。体会佛陀的大慈悲，就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说。